看出来了，你就等这一刻。一听哭不觉，嗖嗖之之类的。我这个疼的不严重，我就胀了。嗯。除非是内侧的，像这种。好啊。你别挤这个凳子，那凳子在这动。你胡诌你！就我脚底下这个这个。好的。他以前是不是不是这么胖？啊。胖点。是不是？跟前几年比了，对，好像是你以前都觉得不怎么老疼哈，今天老疼是不是？这以前他瘦的时候，这个肉也不跟。以前。反正你以前就没。以前自己能抠。以前手自己能全都过来。现在全不过来。自己现在感觉到能不能全过来？以前你低头捡饺子根儿。老轻松了，不遭自己轻松。你现在不行，喘不下，喘不过气儿的。也没胖那么严重，你这喘不过气儿的，快点。不是喘不过气儿，就是难受。难受，你就不下去。不打疼，怎么叫不打疼？就不疼。哦，你他这个包扣都是跟肉连在一块儿，是不是？对，完事就是他这个肉包着。对。对也挺深的哈，嗯，有点大屁股，应该把你那套东西拿来，这块抠完了以后，你紧接着把死皮嘎嘎嘎去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还在美个甲？泡个矿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下一次吧，我已经给那了。旁边给你弄个桌。好。你坐旁边。这会儿肯定不疼了，老干净了。就是胀，是。它这里头。长长了，它胀。皮也有嘛，都出来了，看看。是的。我刚才给你血栓这一块不小啊，剪了吗？最近剪了剪上面。前两天洗澡的时候，上金腰板儿，你姐给他上金腰板儿，反正就当剪脚趾盖了嘛。你给我修一修，然后人家告诉他大哥，你这个。你这走道姿势不对，你得改一改你这个走道姿势。哎，最后他跟我说那个人说你要给他让他顶出来。搞，你再长长他顶出来。我说你给我修一修，搞哥你让他顶出来。这钱花的。
你说你修不了，你就说哎修不了。啊，我也这么说。我说肯定是你看这个脚不好搞。你感觉他这个脚你现在看着好搞吗？不太好搞，他这个脚本身就是看着没咋地，但是我觉得看不见。我今天还来又跟他说。单纯如果你看的话，你感觉这个脚好像也好像啥事儿没有，但是只有知道的才。我你这个刚才抠出来这个挺大个的，你是不是自己不认为你自己是这属于甲沟炎？他这属于甲沟炎吗？属于甲沟炎。他自己都不觉得是呀甲沟炎。他老是觉得胀，他只是胀。哎，你看这个叉，你看，那人给你修蛋了，刚刚是。上面都没了，一直到下面。嗯、就是这个地方扎的话。嗯。他们是一家。嗯。这个脚法网上哈，我都是看你一会儿我就滑过去了，因为料太少了，不解压。我给你把那个脚都弄出来，你个伙计，看着别人发，一些都在评论他是怎么做到都变成这样都不修脚的，那种的也有，不是天天遇到。狠人儿也没有天天。你就像你这样的，不是他那个边上稍微一疼，俺就得来剪。对。全是那种大和个大血肉似的糊在那个脚上，有真的是，你说他为什么要长成那样，他才去修脚呢？懒的。不能吧？那那还能有什么理由？就只有懒。也有可能。你给他编一个理由，我听一下，跟他自己说的一样吗？是他没有意义。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就是没找地儿，那就是懒呗。你就和我一样，我已经也疼了两三天了，就懒的呗，懒得动弹。他们那种有的是都半年了，要不然就是没。你也问过他们这个问题。有半年的呀，有的那种就肿成那样还跑步的。那他们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就跟你说，就说。感觉没啥事儿，哦，不影响，就跟你说还跑步呢，那个狠人儿，他也觉得能解手，可能还对，刚开始疼，等后期囊了以后，那种就感觉习惯了。小的没有，有，就中间的，这个，就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嗯。你这么拍了回去还剪辑是不是？看看能不能当素材，能当素材就用。不能就删了。不能就删了。你也发抖音吗？抖音也发呀，只不过。你不是抖音来的？不，我是那个。微博吗？对，我早。嗯。知道咱家早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是后来来这儿了以后，我才看的抖音。微博发的多，你我看我关注的那个抖音是你老板老发，对，都好几个号不是？对，你也发，我也发，只不过就跟你说，不常发，现在发的比较少。抖音，别说这个抖音和微博哈、啊，还是有一定的宣传效果。有啊，还有快手啊，对，快手还有挺多的，对，那个。就像那个谁，就是放的两口子还看快手，嗯，放的老在快手上找那些服装店，说烟台哪哪哪地方都看到快手，咋的谁家？哎，你要感觉就得快手、抖音这些在大众平台。